四岁开始学习舞蹈，九岁学习京剧，十六岁考进上海戏剧学院。王小晨出生于山东，贺氏同学，二十岁正式进入娱乐圈。虽然作品也不少，却在娱乐圈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，综艺这类秀更是寥寥无几。但他为数不多的绯闻对象，却能让王者羡慕一番了。他性格率真，人缘很好，私下姐妹众多。他和杨紫已认识九年，两人感情牢固，异常亲密。他最早开始演戏是在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《苏东坡》里打酱油，此后几年他也是一直在热映电视剧里演些小角色，蛰伏了将近六年，王小晨终于等来了《我爱男闺蜜》。她在剧中饰演与哥哥黄磊从小相依为命的方依依，随后搭档胡歌出演的《好时光》，让不少观众都粉上了这对剧中 CP。今年凭一部剧《我的体育老师》爆红，身家千万，豪车代步。如今坐拥豪车的王小晨已经29岁了，人气越来越高，希望他能有更多的作品。